媒体先生小姐哈，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同事哈，大家早，大家好，那非常高兴哈，也欢迎这个东武铁道这个贵宾哈，能够到台铁这边来办这个交棒仪式啊哈。那首先代表台铁欢迎，台铁局欢迎大家了哈。那这个两，哦，来关闭哈。はい、まず、本日はお忙しい中で東武の本部長さんと、台北事務所の木下さんとあと日本から遠方からわざわざいらしてきたゲストの皆さんとメディアさんの皆さん、こういうふうに、ご来場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特に東武の、関係者らがこういう場としきに、日本から来て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と大家应该记忆犹新了、我们是从104年12月18号正式跟东武铁道这边签署友好协定哈。啊，可以讲长一点没关系。啊，这个同时在那一天，我们也是第一次在那104年是用贴纸的方式哈，在台铁在士林车站嘛，啊，日本是在浅草车站这边，就同时在那时候的对开嘛哈，临停开车啊。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啊，吼，来展启开我们这个两方的友谊的开始了、吼。那在去年6月是东武铁道都特别，在将一列他们的200系的2马号特急列车吼、把它改装成正台铁局的普悠马号。那台铁这边呢，在去年的10月份哦，同样又把我们的 PP 朱强号吼、那仿照东武。铁道是日光一的 special 列车哈，都黄金列车了哈。那两个列车在像两地这样的营运中之下，也造成这个台日旅客的追火车的风潮，那可以说这个在带动了这个像移动式的一个漂亮风景。台湾鉄道と東武鉄道は、本当は、2015年の12月18日、台湾では樹林で、日本では浅草で、友好の締結を始めて、お互いの列車を、運行し始めます。特に去年の6月に、東武鉄道は200系の両毛号の特急列車に、台鉄の車をに、ラッピング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で、台鉄も双方友好関係を表すため、昨年東武鉄道の黄金列車の、日本二項モーテスペシアを、地方号にラッピングして、でこういう、去年から10月3日に走り始めました。でこういうふうに日本と台湾の観光客ともに、こういう列車を追いかけてるブームを作りまして、こういう愛しきの景色を、見させるのがブームになってます。那台铁今天这黄金列车 PP 黄金列车，今天我们还是去营运的哈。那明天回来以后，我们做一个整理以后哈，我们大概最后再跑有两个地方，就是这个4月16号哈，那个这个5202处哈，从台北4点56分开车哈，那会开到福隆哈。那这边今天这一趟去的主要目的是要配合这个新北市政府，就是2017年新北铁道马拉松接力赛啊，好，那都这样。那当天在那边也会在大概福隆10点35分啊，那我又开回七堵，那会在整个过程中去配合这个马拉松赛的追火车的一个活动啊，好，这应该是会应该会这样。欢迎这个东武这边也一起参与，好像也有参与嘛哈。那这个车主在5月17跟18会再跑高雄一趟，好，那。4月17不好意思，4月17那个117次哈，会从台北10点开车跑到高雄，那当天会从高雄这个大概5点38分138处又回来台北，那完了以后就去做卸妆了哈。那这台铁这边都卸妆完以后，其实说我们今天把这个棒子交给这个东武这边哈，那其实他东武的日光一 special 这个列车会继续在日本。好，这今天我们办这个活动的最主要目的，那这个是象征的，就是我们把这个友谊的
都历久弥新啊，都继续的迈向传承下去啊。那后续可能还有跟其他活动会再带继续推动这样子。台湾鉄局で走らしている、地球号のお米車は、4月16日に、朝、フーロンから向かう、お米車がありまして5202号の、列車がありましてでそれは、新平市のマラソン、東部車も、一緒に参加していただいたと聞いてるんですけど、一緒に、イベントをやってで最後に、4月17日に、台北の1174号で10時出発で高雄行きで17時38分から、また台北、高雄から台北に戻ってきて最後のフィナーレとなりますが、これで本日の記者会見もこういうふうに台鉄の黄金列車のラッピング列車の運行を終える際に東武鉄道にバトンタッチして東武鉄道の黄金列車日本モーデのスペシアは日本で走り続いていただきこの日台両社の友好を末永く象徴として式を開催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那今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了，那台铁是130岁了，那东武铁道是刚好120岁，那为了庆祝我们这两个铁道公司加起来就超过200岁哈，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台铁这个双方，我们在推一个什么200年铁道串起台日友谊纪念的之美丽时光征文征照片的活动啊，啊，这详细的部分我们等一下我们黄市长会再各位报告哈。那我们说这样子，为了庆祝这个活动，台铁局这边我们会提供130份的礼物。那我们台铁的礼物是我们就是百年铁道黄金列车活动的一个提袋了哈。那东武这边更提了更特别的奖品，都提了120份，你看看120年，都提120份的这个奖品哈，那是东武日光四天三夜的桌游券，哦，那价值应该是1000多块，要不回台币啊，台币我讲台币是日币哈，啊，希望各位踊跃来增高，那也希望媒体这边都给我们先导了哈，来把这个活动能够再能够炒热，所以我刚才报告就是这扩下来这个活车子还会出去跑，还有试探嘛，那各位大家可以再去追一下这个，把它最美丽的相片，把它大家能够铺在的网路上，还是来向我们这边增高哈。那最后在这边也谢谢这个东武的这边的贵宾，还有各位媒体人，也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30周年の記念。